当年陛下留我，我就必走他乡。因为你不愿做这池子里的鱼，终有一天你必须要选择该游向哪里。如果真的需要我选择往哪里游，也许我会干脆选择上岸，纵然死，但我也愿置身事外。那今日又是何事惊动了常二叔？因为我大唐危在旦夕，请受我临时之权，统辖骁骑营上下。如今东北边军已然覆灭，朝廷没有任何军队去抵挡燕国大军。 但大唐不只是都城，那些老弱妇孺也是唐人，那些田野村庄、破落小城亦是大唐。要让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知道，大唐没有忘记他们。